Hello， 大家好，我系队长 Will。早几日喺 IG 度见到一个打卡嘅 post， 见到个名为用旧立新嘅艺术展，里面嘅 model 仲系熟咗熟面嘅朋友嚟添。细心一睇之下，原来一个地产发展商喺旧楼重建项目清拆旧楼之前搞嘅一个香港怀旧艺术展。一个由地产发展商搞嘅艺术展有几特别、啊？经理话想去睇下打下卡，所以今晚就专登过咗嚟睇下一个纯粹怀念香港近几十年嘅生活文化艺术展。冇咩旁白可以俾到大家，纯粹一个画面分享。睇完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地址系太子基隆街1-7号，免费入场噶。不过时间去到8月27号晚上嘅9点钟完。有兴趣嘅话，大家就留意时间啦。